light it defines。大家好，我是邱 Sir 啊，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啊阿托莫斯的这个专场直播哦要开始。那今天很高兴哦，我们这个正诚啊，这个我们台湾最大的这个器材商哦，这个只要是影视器材哦，差不多哦，只要被他们看上哦，差不多拢用代理。所以我们今天拢真歹卖，你知道？今天我们特别哦，这个阿托莫斯这个专场，就是说，因为最近我们这一台东西啊，这个在台湾做一个促销哈，原厂也有支持做一个促销。那因为有很多网友他对这样的产品也不是很熟悉哦，到底要用在哪里？那有 monitor 的还要买这个吗？还是有录影机还要不要需要买这个？哦，所以说今天透过这个机会啊，我们请到我们这个正诚的这个技术长啊，这个张明慈先生啊，这把开啊，没有这个这要那个八人大叫来抬得来吗？没有不敢开玩笑啊，就是说他对于这个就是正诚所代理的这些器材都非常熟悉。我上次像前两年是不是有去你们公司嘛？对，就是礼拜哎，有一台稳定器，那时候也有去正诚嘛，哦，就是也有跟他合作过，哦，那个大行拢知啊，你知道？器材哦，真少人知哦。那今天我们特别请他来给我们介绍这一台这个 Atomos 这一台 Inferno 啊，哦，因为他有之前我们有看过，就是说他有什么，来我们看一下，他有 Frame 系列是不是？对，我们介绍一下。整个 Atomos 来讲，现在最主要的产品线来讲的话，大概是所谓支援 4K 的部分。那支援 4K 部分的话，大概有所谓的 Frame 系列跟 Inferno 系列。Inferno 对，也就是 Shotgun Inferno。那 Frame 系列的话，基本上有分两款，也就是所谓的 Ninja Frame 跟 Shotgun Frame。那么Inferno 一样会有分 Shotgun 跟 Ninja。那么对 Atomos 这个品牌来说的话，因为他会觉得说，在名称上面让大家会比较容易知道 Shotgun 系列的话，基本上全部都是有比较适合于专业市场在用，也就是说它做的监视器跟 Recoil 的部分，事实上它有 SDI 的接口，那么但是 Ninja 的部分，Ninja 部分的话只有 HDMI 哦，这，就是比较，就 Shotgun 就是 SDI 的，对，输入，有它有 HDMI、SDI 都，对，它两个都有。那么 Ninja 的话就只有 HDMI 哦，所以这我们这一台就是 Ninja 的，对，这是 Ninja， 而且它颜色上会比较容易分辨，对吧？红色的部分是属于 Ninja 的话，就是它都是就 HDMI only 而已。哦，对对，边要加嘛，对。就 HDMI in 这里 in out 啊，后面这里都空空的，对，哦，啊，这个我们看一下，转过来没关系，先看，没关系，后面的话就是那个来，哎，我们跳二来跳来这边，看一下二号机，看一下，哦，来来，看那边，看一下，那它整个后面的话部分来讲的话，就会有很多的接口，那么它的这台是 Shotgun Inferno。但是他们 Atomos 里面最顶级的旗舰机种，那么它不只是它在侧边的部分有 HDMI 的接口，那一样会有 in out HDMI 2.0 的部分。那么在 HDMI 部分的话，它有所谓的 1.5 3G 跟 Quad SDI。我们拿过来一点，可以。一个12G 的也可以。对，一个12G 的话会在单破的部分，哦，单破，哦，对，这是那以前我们都是四个嘛，对，以前我们都是切四个嘛，对，最早的 Sony F55 的时候，实际上都是 Quad SDI，那么它就需要四条线，那么现在的话，这例如说这个的话，可以看到这是单破的 1.5、3G、6G、12G， 所以资源比较现在最新的规格也资源比较早期的机器，因为实际上早期机器还是有很多在市面上流通，好。阮这导播吼，哦，较 delay， 你知影？讲煞爱紧切转来，你知影？哎，我唔知变咯，歹势哦。啊，那个好，那大概我们知道它的那个输入口嘛，哦，就是说
Ninja 和这个 Shotgun 的主要就是差别在这个 Label 等级，就是 HDMI 和 SDI 这个 Label。应该是说，反正这个厂商也蛮贴心的。实际上有很多设备其实基本上只是 HDMI 而已，实际上它并不需要再多花钱再去买 SDI 的接口。像我们相机大部分都是 HDMI。HDMI, 对哦，那其实就是说，假如我们是用单眼相机或什么的话，是不是比较合适用这个 Ninja？ 对。哦啊、那用摄影机的，像一些可能是比较专业的，或是这种 post video 的部分，事实上它大部分都是有 SDI 接口的部分。像那个摄影机有 SDI 输出，像现在新的那个 4K 的摄影机也有。对，是比较专业的，像什么 F55 或是 FS7、FS5 那些都可以，对，都蛮适合配合 Inferno 这一台。对 ，Shotgun Inferno。对 ，OK，Shotgun 系列。对，那我们现在哈，请我们那个张先生帮我们介绍一下，它大概有哪一些功能哈？我们看一下那个画面。对。就是好，最主要我先大概介绍，因为其实不管是 Shotgun 系列或是 Ninja 系列，其实它大部分的功能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差别在于一些所谓的算是这接口部分是一点，那 Ninja 跟 Inferno 系列的差别在于所谓的格数的部分。那么 Inferno 的话支援到 4K60p， 那么Frame 系列的话，它只支援到 4K30p。那 HD 的部分的话 ，Inferno 支援到，Full HD， 支援到2K 到 240p。那 Frame 的话只到 2K 120p 而已。那这是大部分的。那么也再介绍一下，为什么说大家会需要这样的监视器？因为最主要来讲的话，其实 Shotgun 系列跟 Inferno 系列其实它都在强调一点它的 HDR 的部分。那它是一个高亮度1500 nit 的荧幕哦，这样对。那事实上这种东西非常适合在户外拍摄，因为其实很多监视器亮度不够高或什么，是在户外拍摄的时候就会需要很多什么遮光罩那些东西在做一些的话，但是让这个不用，实际上画面在阳光底下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那么它好像也有附一个那个大的那个遮光罩。早期的 Frame 系列才有，但实际上其实 Inferno 系列应该是都已经拿掉这个，因为其实它亮度够哦。所以那以前那个套住那个那个是早期的、那個，对，像以前如果 Shotgun 或是那种是人家本，就是啊，像以前我们在用 monitor 最怕就是说在户外，所以其实也很多那个有些网友都会问我嘛，就是有时候我们之前有卖一些 monitor。就都会强调问那个亮度，以前都是600是不是？600、最早的话应该是450，450，后来看到600倍吧，800已经算不错了。对，但是以400来说的话，大概是5档左右的那个动态范围而已。所以说，因为在户外我们看几乎都看不太清楚。对，你假如是在晴天，像今天这种天气哦，我们都盖着衣服，有没有？对，导演都是拿那个外套盖住，对不对？然后在里面看。那现在这个的话，应该还 OK 吧？对，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因为而且由于因为它可以做到1500 nit， 所以事实上它的动态范围可以拉到11档。那像我们之前有看一些比较便宜的那个 monitor 啊，它在这个60p 的时候 ，4K60p 或 30p， 它在摇色的时候那个那个是会有延迟，是因为反应不够快。对，攀的时候怎么小的都是这样，这个会不会这样？这不会这样，这不会啊。事实上它都可以做到高格录影的部分。我去，怎么样？真的。像我那个便宜的 monitor 一试哈，它这样就那个了，就说轻轻的，你稍微这样，你就会看好像切开来。对，因为是看它整个处理器，事实上它是很强、很高速的处理器，所以它可以整个做到这种高速录影或什么的。所以就算它不是当那个记录器的话，其实它当 monitor 也是很高档的。对，这是一个非常高档 monitor， 因为是有这么高亮度，所以可以做到这么高的动态范围，所以相对的它也可以支援所谓的3D LUT， 那就支援3D LUT 的部分的话，你就可以让你。那我们这样啦，我们来看一下它那个 menu， 来。OK， 那我 Q 一下，来 Q 一下，好，来，你跟我们介绍一下，大概这些面板上这些功能有什么？OK， 那基本上会可以看到大概整个面板上面来讲的话，那下面会有所谓的 recorder， 就是可以按下去的话就可以直接记录。对。那么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它也支援所谓的
触发讯号，就是你可以直接由瘫痪那边触发。那我们先从左上角这边来看好了，那这边的话会有所谓的你的影像的输入来源，那你的输入来源上面你可以选择你的 HDMI 或是 SDI， 对，这可以做这个。那你的trigger 的部分，你可以 tempo 部分，你可以选择你用 HDMI 做触发，或是从这的，那或是从 SDI， 或是没有，或是从 tempo 就是从直接从 SDI 部分直接做触发。那 color correction 的部分是看你也可以选择你是用你现在是用 5D Mark III 哦，对，或是我可以选机种，对，有些因为现在是这个，那、哦、对，那你的。HDMI 你可以是1.2.0 的，对，没有 input， 有了，对，那 record 的部分你也可以选择你是要做录影的格式，对不对？它有几种录影格式、啊？你可以选择你这，等一下我们再介绍，因为这是你的来源的部分哦，来源，对，哦，它是显示来源，对，那你也可以要不要 pull down 或是就是那种25、24格的部分，你可以做一些 pull down 的部分。那么这里呢，你的录影的格式来讲，刚才初始提到，那你可以录影格式可以做对 ProRes 或是 DNxHD， 对 ProRes， 那你可以选择 LT、HQ 或是422，最高可以到10bit 422。哦，10bit 422。对。那你的这边也会，例如说你选不同的地方，例如说你现在是 LT， 他跟你讲现在硬碟还可以记录34分，就会立刻直接显示。它计算你的硬碟容量，就是用这样的这格式，它的码流多大，然后它去计算空间。对，就会直接跟你讲说你现在还剩16分。对，如果说你是 HQ 的话，剩16分。16分，因为我们的硬碟里面已经有一些记录，有东西。对。所以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我现在的硬碟空间还可以剩，这个很重要。对，不知道录多少。啊，这边也有它的这些，它先帮你算出来，对，就是或是什么，或是 A B 的格式，这边你也可以有个大概的一个参考表，所以说你会很清楚的知道说你所有的拍摄资讯都会在这上面。哦，它都已经帮你算了哈。对，那这边是你的录制的影片格式，你的 clip， 你的那个你的档案名称，那这边也会有一个所谓的你的硬碟剩下的空间，就是你平常在录影的时候也会知道说你现在还剩多少的时间可以录、几分啊、对、有对，那再来就是你会在这边会看到，因为这边也会有所谓的你的电量显示。那这一台的话，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像零件影分的话，事实上它可以接两颗外两颗电池，对，那它两个电池的话会是在就是这种Sony 的F 系列的电池 ，FF 970这种。那这两个电池，因为现在我们是接，因为直播，所以说没有直接插上去。那这里的话会有，对，那会有电池，也有一颗电池，那会跟你讲说你现在电池容量有多少。它电池是一颗没有跳一颗，对，直接直接跳就对，无缝接轨就直接 switch 过去。所以说你会知道说，你可以没有电的话，立刻第二颗被连上去。那它是原厂有附这个电池？有。那这边也会看到整个电池容量，现在的电池现在剩下几伏特。这两个电池现在我们是插电嘛，对 DC 的部分，因为 DC 也会有输入。OK。那再来就是看到这边下右下角这个部分，那就是它一些比较主要的一些功能。那它不只是一个当监视器，它也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摄影的助手。那基本上像这里，它也提供了一些 waveform。对 ，waveform。对，那你 waveform 的话，你就可以在这边会显示。那它可以显示说你想要显示哪一种样子？对，就是大概在什么地方贴图一样，贴图上去，或是有这些在下面的时候，或是整个占掉整个下方的荧幕。所以它还可以去调它的那个那个深浅，算是透明度。透明度，对，那一样可以调整它的亮度。对，如果说比较亮或什么时候，也许或是跟背景融在一起的时候，可以稍微改变一下亮度这些东西。那一样会有所谓的色板，对 ，RGB 的部分，那一样会有所谓的向量图，向量，对，或是向量图中央放大，放到中间，我比较容易看。对，这事实上都有一些拍摄上面很多需要资讯的部分，它都有拍摄辅助了。对，像比较高阶的 monitor 几乎都有这些功能。它也全部都开放都有。对，那一样会有所谓的一些摄影上面的辅助这样 picking， 对对对对。
那 picking 的颜色可以挑，对，你可以自己改变你的颜色。哦哦哦，对，你想要哪种颜色？嗯，对。那一样说，这是彩色的部分检视，那你也可以做黑白或是。嗯，就是黑白的部分，或是单独，嗯，那啊，这也不错哈，哦。对，那选择性有很多种了，啊。对，像一般，一般是只有一种，就是线条嘛。对。那你的颜，因为可能会拍摄不同东西，实际上你会要需要不同的颜色，实际上当然可以直接做。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Libra 啊 ，Libra 对。对，那 Libra 的话，斑马纹的话，它也可以设定说你的斑马纹百分之多少，因为不像很多 Libra 的大概就是。设定固定85%对或多少，你也可以说你75%、76%，或是到100%，完全是白的哦，嗯，哦，所以它是多少自由可以设定，对，你可以选择说你想要检查的部分是哪些，嗯，那一样有 face color 哦，对，那这是一样可以假设检测是看哪些过曝或什么的，那一样也有 blue check， 嗯，蓝板 blue only， 对对 blue only 的部分。嗯，不如你是要看杂讯还是看杂讯？对，或是看亮度？亮度，对，嗯，因为其实现在来讲的话，荧幕因为高亮度都很容易骗人，会觉得说拍起来是有动，事实上是有时候荧幕会骗人 ，Sony 摄影机的荧幕都会骗人，就是，每次都被他害，就是感觉拍起来应该够亮，但是事实上回去看，回去，欸，怎么会？那 Blue Check 的话，实际上可以很容易检查出这些问题上面来着，或是靠我们刚才那些仪器，对，那个去检查。还是那个比较准啊，因为 monitor 有时候有的人习惯看暗一点、亮一点，其实所以看 monitor 还是看微风，对，就是看仪器。所以各位网友，用 monitor 哦，你不能哦，调它就碎眼哦，其实拍回去其实曝光不足，什么都或是 over 都不知道。嗯，其实是专业在拍摄是要看微风哦，这些仪器 blue check 的微风的部分。看微风是最准的，最准的，对，你会知道哪些事情。Blue check 它是大概看一下，不要太离谱，就是说我们都调好，嗯，就是说，看一些基本上的。就是，那你要精准，或是精准还是要看亮度？因为发觉看这东西，因为蓝板会比较反映出你整个亮度，嗯，你的这里到底有没有过曝，或是有没有细节在这里，嗯？有时候只是你荧幕把亮度调太高，对，它事实上本身是没有细节的。那当然最准还是要看那个啦，哦，嗯，看那个仪器最准。对，那一样下面会有所谓的16:9，这是4:3，或是这是 anamorphic 2.35的部分。对，那一样可以有安全框4:3的框，或是你可以做4:3的两倍，或是这个做一些切换，或是 anamorphic。嗯，所以说在你在整个拍摄上面，整个安全框的部分，你也会很容易知道说哪些是拍到，嗯，因为最后面进去的时候，在后置剪辑上知道说哪些是没有问题的。它遮掉的部分就是用这样暗暗的这样，因为这是4:3的部分嘛，4:3实际上只有在安全框那东西，实际上最后面你虽然可以录下这么多，但是最后面会只会取这个部分。嗯，所以它这样，因为有一些monitor它是只画线而已。对，或是，嗯，就它没有，要不然就是从摄影机上面直接输出它的安全框。对啊，它这一种就是说，在区域外它就是用这个遮罩，等于说遮罩遮住，嗯，就让你看实际的，实际上面拍摄的画面，对，就是拍的画面，嗯。你拍的时候，这些地方其实不小心有工作人员啊，嗯，或是那种收音啊，嗯，或什么，其实那都麦啊什么都还 OK， 所以安全框内的东西不要有任何的状况。嗯，有些荧幕是没有这些，都是纯粹就是让你看到。那到底哪些是？对对对，因为拍摄上有常常有穿帮嘛。对，然后阿赖特别是无注意看，啊，播出来大陆剧很多，就是透支在想办法去看看。嗯，对啊，所以基本上它这个跟我们一些专业的 monitor 的一些辅助功能几乎都有了啊。对。那一样会有润的部分，嗯，就是算是辅助对焦2:1，它可以放大、嗯，那一样可以，哦，可以，就是触控屏幕，哦，它可以移动范围，嗯，或者是想要哪个部分，嗯，事实上就直接移到，可以说，要不然你都要想办法放大或什么，嗯，那事实上它可以直接润印，嗯，直接看看，哎，我这样有没有对到焦，那回来1:1，嗯，对，它就哦，原来是哦那一块，这地就是在耍，哦，你还是可以，对对对。
关掉就是。我想说，它放大的时候是只有中间局部放大。嗯，那你可以，它可以选它的角落。这是1比，这是1:1嘛？就是一比一的话，实际上还是一种放大，也可以2:1放大2倍，因为更容易对焦。嗯，对对对。像他们那个有些对焦，他就像摄影机本身也有做这样嘛，有没有？嗯，放大对焦，对，相机也有啊。我那个小相机，它只要切手动，一对焦它就自动放大2倍。对，然后那个时间大概2秒或3秒就直接切回来。因为其实现在高画素又是有点不容易对焦，或是有些大光圈的时候，所以想说放大到底怎么样？差几寡，差几寡的差就。但是这个又好处是，因为其实像一些相机什么，它的放大对焦只是中心点放大，对 对, 对, 对。但是其实，在拍一些动态或者什么拍戏或什么时候，其实我对到的东西不见得是真的是中心点，所以有时候我会想说，我是要到对 对, 对，看旁边的，对，有些人有两个人的时候一起，我是要前面那个人，我想确定一下，我在这里，哎，这个是没有对到焦，还是在这个地方对？所以它可以移动到以后，很容易让你对好焦以后直接切回来。所以这个设计也蛮贴心的，因为我记得一般放大都是中间而已，所以你等于是要像我的话就是要调相机啊，去对那里，比如说哦，先对好焦，再移回来，对，那现在这个直接在荧幕上移动就移动到就直接可以什么立刻去对焦你这些你想要的范围，就比较贴心，对。那再来就是，这是一些记录上面会常用 mark， 对，就是你会可以在你的录完以后，就在，因为它本身也可以做一个回播的动作，所以你录完以后可以立刻回播检查。那你就觉得说这个 kit 这 clip 是好或不好，那就可以直接 mark 起来，或是不要的话，那它这边可以生成所谓的XMA，这是会生成一个 XMT 的档案哦，对，那就是 MHD 的档案，那是可以在一些达芬奇或什么东西上面，它可以直接读到这些东西。那么最后就是，这是一个它支援 3D LUT 的部分。哦，这个蛮重要，因为现在很多机器都有这个 LUT 档。对，那没有 LUT 档，因为事实上 LUT 的什么的。嗯，因为其实，在一些拍戏剧或什么时候，其实导演越来不一定，他在看监视器的时候不一定想要看所谓的LOCC 或是什么的，那么有时候后置上面可以先把它已经预先做好的，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戏剧的风格或什么那些，所谓的调色档案直接放到这个里面去。那么在录的时候，它一样是录原 S 档 LOCC 或是什么填弄 S log 或是 C log，那但是你可以再先套上去，让导演或是导演看。看那种气氛是不是他要 的？那我就是已经可以跟导演已经看到说，最后面调光调色后的调出来是这个样。对，它可以有几个啊？我们一般都会存几个、那個，就是它可以放在它的硬碟里面，對對對，就是其实可以无限制的增加。这样子，对，它可以自己去选。就是说我可能有5种风格或什么，放在那，那我要套这5种就可以叫出來。对，但是它套只是可以让荧幕观看，但是它录 不能录，对，因为录还是会进后置。对，当然啦，你这样录起来也就不要后置啊，对，昏底。所以还是存的时候还是我们log 档，对，对不对？或是load档，对，就是实际上面出来的讯号，它是原生把它录下来。那这里的话就是原来的套着看，对，那没有套色的情况，这是 Atomos 的 HDR。 哦，对了 ，HDR， 起码对，现在荧幕都流行这个 HDR。那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它的特色好不好？因为它事实上它可以到1500的 nit， 所以其实可以到将近有11档的动态范围，对，就是会直接这样可以，你可以拍这些高动态范围或什么的，后置上你可以在整个荧幕上呈现出来。那像450nit 的话，大概是5档到6档左右而已。所以其实说，即便是你有输出那么高的，例如说有高动态范围的，其实在荧幕上面也表现不出来。对，问题就在这，就是说它现在荧幕有到1500了，对不对？所以它的动态范围本来就广，所以它用 HDR。最低的亮度跟最高亮度要整个拉开，它才能够表现出它那么大的动态范围。所以说我们这台荧幕切这个 HDR 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高动态整个范围。对，因为它本身就资源，所以说只要你有 HDR 的讯号，事实上它就可以整个资源显示这个部分。对，因为现在小荧幕好像还没有吧，小荧幕很少。我觉得对啊，它打一个 HDR 我这它设计7寸而已，而且它是不只是 HDR，对，那你的它不只是说，只是说所谓高亮度荧幕，高亮度荧幕可能很多人都可以做，但是事实上它也支援所谓的 PQ， 哦，对，
这是什么？这是 HDR 的讯号、哦、，PQ 讯号、嗯。所以说，事实上它是完全符合，就是你的一些后置上面出来那些、影片有 HDR 的影片的效果，嗯、那些讯号的话，它是可以完全它都可以支援，对、哦，它可以完全解除这些讯号。这样，对。它不只是纯粹说我是做一个高亮度屏幕，但高亮度屏幕我可以买好那亮度高的面板，它应该就是真正的 HDR for HDR 的这个 monitor 了，对，哦，就像现在 HDR monitor Sony 什么出那个家用那个，嗯，它也是它的功能跟它一样，差不多，对，就是说它支援影片有 HDR 功能，嗯，才能呈现，它可以支援所谓的HDR 的讯号，嗯，那我们 player 假如说另外的 player。可以接到这边来看吗？可以啊，对不对？对。哦，你比如说未来我们，比如说 player 有支援 HDR 的 player 过来，嗯、就是他可以把 HDR 的影片，那经过 player 以后，他可以送出 HDR 的讯号，嗯、那他就可以直接播音、嗯、放映出来。哦，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 HDR，、嗯、不是只是高亮度而已。它不只是一个监视器，它也是一个 HDR 的屏幕、嗯，它也同时也是一个 recorder， 也是个记录器。对，对啊。那后面还有什么东西？嗯，那它一样就是，所谓的 HDR 的部分设定、嗯。那它这的话是可以开 Atmos HDR， 你也可以选择说你现在是用 Canon 的摄相机、哦，所以它可以因为对，都可以因为不同的相机、嗯，事实上它会有一些类似颜色输出上面会有一些定义上的不同，所以说它事实上它可以。在做一些，所以相机上面或是相机的伽马，你譬如说 Canon 来讲的话，它的伽马可以选择不同的 log 2或 log 3这些、哦，嗯，不同的 log 或是你的色域，嗯，这都可以改变。你可以依照你的，它已经有一些比较常用。它那边我看一下，它那个什么 camera， 对不对 ？Canon， 现在有 Canon， 哎，或者是，是，嗯，看一下，看不见，还有什么？PNA Panavision 应该是 Panavision、嗯、然后再就是 Arri 的或是 JVC、哦、Red 哇塞、嗯、那它不止这些的话、它 Red 它本身有不同的曲线 Gamma、曲线、它可以再选依照你现在摄影机的设定、因为等于是它输出的颜色上面、它只会直接套上就是会有重新的定义、所以会更符合说它当时输出来的颜色这样子、对，那比如说我现在就是用 Red 的话、我就选择 Red， 那你可能你的 Red 你的 Log 是 Log 1或 Log 2， 对，这会一样，或是 Canon 也有所谓的这个，或是 Sony 也有所谓的 S-Log、S-Log 对，那、你可以选不一样的，因为它有不同的 Log， 所以你套上去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这样子、所以它萤幕整个那个都不一样，它也为了这些，我看你这样变都它是针对你的，因为其实你如果你接的 Canon 的相机，你用的 Sony 的设定，那个颜色还是会有点差异的。嗯，对对对。就是说，不是说荧幕接的相机或什么以后，那就是这样子。因为其实每台相机它有针对它的 S-Log 是 Log C 的部分，那些曲线它是要有它自己的定义。那这台因为也适合这种专业市场，是它有在针对一些比较常用的，比如说把这些 Log 曲线都做上去。就是说你在上面来讲，你不用在这边再去调那些东西，或是。校色或什么的，那你可以直接说哦，我现在接的是 Canon， 啊，可以使用 Canon 的 Log 或什么的，就符合我们、不同厂牌相机的一些表现，对，会让你在使用上面更快速的，是不是这样？颜色是不是更精准一点？更精准，是不是？它完全是符合当时，例如说 Canon 相机是符合 Canon 相机所定义的颜色，哦，对对对，像这个讯号应该是红，是红到多少，对，它比较偏红一点，然后 Sony 偏蓝一点，以前我们常讲嘛，什么 Panasonic 有一点偏黄，所以它们都有它特别的调性，对。所以说这一台可以针对它的调性去符合它的显示，你已经针对他们原厂那边所设计出来的那些 log 曲线已经去做校正，这样子啊，match他们那边的 log 曲线上面去。那这些数据应该也是原厂提供的啊、对，其实这就是针对摄影机下去做设计的。那一般你所知道有其他 monitor 有这样的功能吗？基本上 monitor 没有在针对，没有的。所以是针对这些，也是 Atmos 独家有这样的。因为其实一般的 monitor 来讲，监视器就是监视器，所以它只是纯粹吃讯号。对。但是因为它有 recorder 的功能，所以它必须要对这些颜色有更精准的去调校。那这个跟录下去没有关系吗？有，因为其实荧幕显反映的颜色其实就是你录的颜色。所以说，我现在看到这样的色调，我录起来就是说，例如说，Canon也假设说定义这个数，这个数据，搞不好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这到底是多、
不会转到红、但是可能 Sony 的1、2、3、4不是这个红，所以在它 sensor 完了以后再进处理器出来，那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经过你这样讲，我觉得这一台 monitor 还不是一般哦，对，不是很一般哦，不是说 monitor 来这挂起来 recorder 呢、所以其实它有很多功能是一般 monitor 没有的，对，对不对？因为 monitor 只是 monitor， 它并不会往记录器那边，所以说其实它对一些颜色校正或什么事，它没有那么 care。所以说它还是蛮注重这方面细节，我觉得、就是我看过那么多 monitor， 我还第一次听你这样讲。有做到那么精细，说想到那么多的细节、所以各位网友啊，一台那嘴机吼，不是在做假，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为什么像我也碰过网友问我，你这那一台才8000块啊，那一台要10000多啦，那查一打嘛是偏的嘛是19201080啊，是啊，面板赶快啊，其实面板吼、你去大厂都买得到、对不对？面板都买得到。最主要是这个韧体还有它一些功能上嘛，最主要是韧体上面它对于这些讯号进来以后怎么去处理这些讯号，那这个就要相当专业了。对，一般而且它这一种制作，像我所了解，像有一些 monitor 厂商，他们以前就是生产，真的就是生产 monitor 的，可能什么各种什么医疗什么，可能就是专门生产 monitor， 它不是专业摄影的 monitor 出身的、就是说我不是生产给摄影机用的，所以他不是很了解，就是我们拍电影或是说一般这个影视的他的需求，对，所以他在设计上他就不会去想到这些东西，他就只是纯粹依照他的经验去做这些东西，都反正跟家里电视一样的，我就是这样出来讯号就是这样、对，但是这就不一样，因为其实你会接你后前端的设备就有很多的不同、有 Canon、Sony 的、JVC、Arri、Red、Blackmagic 什么什么这些酒店没有的，他都完全表现都不一样。其实对，因为每台摄影机对它的 sensor 后面的处理是完全不一样，对，也许是同一个 sensor， 就像说你看 Sony 其实同一个 sensor 或什么，那其实他们表现出来的影片都不一样，因为是后经过它Nikon 或是 CD 调色，对这个讯号它定义到底是怎么样？就是各家的色彩管理不一样，对。所以以前说柯达色彩管理就赞然后什么然后以前台湾我们开始在做 monitor。液晶电视最早有没有？都出来性格去播，你不能等于去睡掉啊。那个修，后来就请那个，我记得说请一些退休的什么日本的那些技师来调，才到现在我们台湾的那个什么其他那些厂牌比较好一点啊。我记得早期要不然你去到进来哦，这样子那个，家也没挂，你知道。那个颜色差太多了，希望说不管是电视家用产品都会强调一点，就是它后续的什么处理器怎么样把这讯号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说他们在这一个区块也是 Atomos 也是很用心的，他下了很多心力在这些，而不是说我做一套标准来适合做的，不管你是接 Canon、Red 或什么的，实际上它是针对各个摄影机去做，所以它是比较针对就是我们真正就是我们这个专业用户的一些，或是他比较以使用者的方向去考虑，就是我知道你可能会拿Canon相机，或可能你拿Red的相机，但是不同的相机的时候怎么办？你不能说我这不同相机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对，所以以前我的观念还停留在，比如说Atomos最早我们是认为它是做记录器的。对不对？他是不是最早是不是做 recorder 对啊，没 monitor 嘛？哎，没有，他开始就有 monitor， 就有对那个最早的最佳对那个，一个便宜的小小台的，那个就没有 monitor 了，对不对？他一开始应该都有，都有。对，那因为我是比较记得，就是说他讯号直接拉出来，无损的讯号直接拉出来以后，然后用 ProRes 422下去做，那。你的硬碟又很便宜，这其实也是 Atomos 一些理念，就是因为其实你的，不然现在摄影机很多都是所谓的专用的，自己各家各厂牌的独门机，独家的记忆卡或什么这些东西，但事实上也，如果说你要做到高速录影或什么事，都要用他们单独，但事实上他们可以本身可以输入这些讯号，那你直接去买 SSD 硬碟很便宜，又有大容量。对 SSD， 所以它有那个 case 嘛，我们看一下，那一个空盒子，就这个嘛，对，
它附这种硬碟盒。对，那事实上只要自己去买 SSD 放上去，装上去以后，那就是直接哦这边打进去。对，那那很方便。那 SSD 也很便宜。便宜，对对。对啊，一个五一二，可能大概6000-6700吧。那算起来比记忆卡还要便宜，可光是一个高速的记忆卡，高速的，对啊，我记忆卡或什么的，高速档案。但因为你现在都是录到这么高画素的时候，其实就像说大家讲 ProRes 的流量可能都到200多MB 嘛，对，那你的 SD 记忆卡90几MB，你怎么有办法做到 ProRes 12？毕竟不行，可能用420或是其他方法，再高压缩的方式降低它的流量，但是这种就不需要。对，但有人问到说 GH4 的话 ，GH4 用哪一款？就是另家。GH4我会对，我觉得是另家 framework 是最比较合适的。哦，像 GH4 当初有出一个底座，有没有？哦，我知道，它是用四条线出来的嘛？对，那时候4K 是那时候是一四个四条线，是不是？就有一个座嘛，但是那个座我记得应该是会有一些其他不同的输出接触啊。他那时候四条线，那是不是说我这个后面四个输入的 GSDI GH4 那个底座是不是四个 SDI 嘛？那个4K 的，因为其实 GH4 应该可以直接从 HDMI 直接就拉出来，就可以直接录了。但是它那个是说可以比较无损的，还是怎么样？无损，因为其实 HDMI 或什么，其实那个就是直接从 sensor 那边直接原生过来，就是不经处理的。对，那讯号直接拉出来，那是最无损的讯号。那现在我们这个记录器来讲的话，就是说，反正简单的讲了，你摄影机给它什么，它就录什么，是不是？对。那你说好像我的摄影机好，比如说我是4:2:0的8bit 的这样的东西，那进来这里它录起来是用4:2:2吗？对不对？因为通常你摄影机或什么，例如说4:2:0的情况下面，那都是它自己在将原来从 sensor 取到讯号，再经过运算压缩以后存到内存存的记忆卡，或者内部的记忆体，或者内储存装置，但是。其实它的输出上面会是直接从 sensor 那边把无损的讯号直接拉出来，所以说那些才会是真正是高画质的东西。所以说它可以，例如说你原来可能相机可能是4:2:0好了，但是你的 sensor 那边可以输出4:2:2的部分。这样子，因为对他来讲，它是送出无损的讯号，对，我知道。那么4:2:2的压缩部分是由荧幕来处理，它会把那些讯号再用4:2:2的方式再重新再。那是应该要看机种吧，还是每一台都这样吗？没有，基本上每一台大部分是只要你能够送出来的讯号，基本上都是大部分是，就是说能拉出无损，就是说没有处理过的，没有他自己处理过。因为相机来讲的话，它为什么要这样？它为了档案嘛，或者什么处理上的速度，所以它一个是处理上速度，一个是记忆储存媒体。对啊，其实储存媒体你要高速的储存媒体，其实而且你要4:2:2 10bit，那个流量太高了。但那现在的现有的储存媒体，其实你要做到这种六 SD 卡可以到200多MB或300MB的，那其实一个。128或5也可能是5000-7000-8000，那我的 SSD 一点就快很多，而且容量比较大太多。所以说外接出来，你要就是说你要高画质的东西，还是透过外部记录器会比较方便，对，比较理想一点。但另外也是一个是可以把那些其实像。DSR 这种相机其实它有很高的、很棒的高画质的 sensor， 是，但是因为受限于储存媒体的状况，啊，那其实它没办法。机体里面它储存就是对，就是档案啊，储存呢，啊，很烂，也不是说烂，就是他们都有他们压缩，对，压的太厉害，那个也不错，但是事实上你可以有更好的画素，可以做到422那种，可以直接从它的输出上面直接出来。OK， 好看一下网友有什么问题啊？我已经45分了，我那再给你呢。我看一下 ，HDCP 目前无解，无解啊。那个是
哎，应该说，因为这些影片本来就有一些版权问题，他不能够将这个东西直接说我跳过 HDCD 这个。对了，版权他已经上是锁那个，当然他可以想办法。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忽略这个东西，但是那个大厂不能够直接忽略它。对，他说以前他们用两 K 五寸在哦，另讲了，嗯，然后机体很烫，这一次会不会？应该我不是觉得本体，因为它本身就要有散热，对对，但是应该不至于到完全上面都有那个啊。我那一天开这里电风扇，那个我们现在大概也快开了快两个多小时，其实温度还好，会有温度啦，对，因为它本身就是绝对有温度啦，对，那不至于说不要烫手这样子，这样子这还好啦，温的啦，嗯，它这个还有风扇啦，是不是？对啊，我听到轰，这有风扇，而且散热孔很大，对啊，而且里面有很多散热导管哦。这样子，那个什么，什么牌子的那个 SSD？ 它可以上我们官网或是安特姆斯官网，它那边它有一些建议，推荐他们已经测试过没有问题的，嗯，或是一样可能是 SanDisk 哪些是速度比较 OK、比较稳定的，哪些是那个。哦，到官网查就有了，对，或是我们的网站也会有。哦，就是说适合的那个啊，假如说各位买了之后，上这个。正成这边官网，还有或是 Atomos 的原厂的官网，都有一些建议的规格，这个都是测试过的。对，他们已经原厂已经测试过这些东西，可能是 Intel 或是 SanDisk 或什么的 Mesa 或什么的。嗯，然后 Asa Mini 4.6 香浓不太好，是不是？听说了，应该不会，因为其实没有什么叫做香浓，因为不管是。所有摄影机，因为送出的东西是标准的规格，对，因为不管是 HDMI， 那是送 HDMI 标准的规格，跟 ESA 的话，它可能是送 SDI， 那也是标准规格。嗯，除非它的规格不标准，应该不是，因为如果说你的不标准，其实荧幕也解不开。嗯，对，相容不太好，这要从哪方面看？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是。不相容它就不录了嘛，这种就是很简单，可以它能录就是表示讯号 OK， 对啊，不能录就是 SDI 是一种标准讯号，对啊对啊，就 HDMI 你不管是哪一台荧幕插上去，对，那是最新规格。970电池可以录多久？970的电池可以录多久？两个小时，一颗吗？一颗两个小时，那一次插两颗就等于四个小时，就两个小时，这个完了啪跳下一个，对。真的，我你是说连 recall 的时候吗？还是只有当 monitor 的时候？这是当 monitor 的时候，纯 monitor、哦、但是如果 recall 的就是看它有，因为其实就算是应该会比较耗电，会耗电，但是你的应该说你的 SSD 也没办法录那么久哦，对了，一定会换。所以哦，讲是两个小时啦，保守一点啦，就是一个半小时这样子啊、哦，你不要他抓90分钟这样啊。哦那我看还有什么问题？哇、哦，台戏啊，问题弄出来了。Inferno 跟 Brain 最大差异，一开始我讲到，其实最大来讲的话，他们差在录的格数不同。那么 Inferno 的话可以到 4K，、我们看一下 60P 格式，我看一下，这边有写吗？是不是这个？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没有，不是，不是这个，下一个。看一下啊、哦，这里规格我们看一下，哎，是这一边吗？这里、对，但是这边他们没有特地打上去。哦，没有。其实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因为Inferno 跟 Frame 的部分来讲的话，差在那个 Inferno 的话，它可以录到 RAW to ProRes 的话可以 4K 60P， 那么到 2K 到240，但是 Frame 的话大概只有 4K 30P。哦，对，那 2K 是 120P。那哪一台可以录那个漏档的？其实现在4月份、5月的时候、，Frame 部分它发布了新的韧体，嗯，所以现在所有的 Frame 跟 Inferno 部分其实都开放漏档，哦，漏档都可以，对，都是全部都自。两个小时是不是录影嘛？对 ，monitor， 对 ，monitor， 就纯 monitor， 纯监看的时候。当 monitor 的时候可以两个小时，录影的话应该差不多要打个折嘛，一个半小时，差不多了。哎呀，一个多小时应该有了。嗯，那两颗就有两个多小时。对，但是你可能一个512录大概42大概半个小时就了。所以你一个
一个硬碟也录不到一个小时吧？对，我这档案很大，因为有两 K、四 K 档案非常非常的大。有人讲就是说你们这个机器录起来档案超大，哎，不，其实可是。档案越大，表示你的画质最好，而且其实 ProRes 是很多像 DaVinci 或什么，实际上都完全支援它。档案小就表示画质被压缩的。对啊，对啊。好吧，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了，我看大概问题就这些了嘛。哈，好，那因为时间有限哦，今天最后我们还是要跟各位讲一下，我们会请他们那个市场的啊。来跟我们讲一下有什么样的优惠啦、哦、因为这个可能也蛮多观众、哦、这个 很想要知道、啊、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是技术方面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哦、那我们谢谢那个张先生跟我们分享、哦、我们这个阿托莫斯的这个 Inferno 对 Inferno 这一系列产品各位假如说对这个产品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其实可以跟正成这边洽询嘛就对你们产品有任何疑问的话、嗯、是不是直接可以找你们公司对直接当然可以找我们公司 啊也可以到我们公司的官网嘛那留言或是直接打电话到我们公司、嗯、那我们公司的官网就是 www.chengsng.com.tw 里面啊搜寻正成的话我都用搜寻啦我没在记房子的基本上人很平淡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没错。然后上去在资源那里，技术资源那里是啊、哦，就是说，是一些然后对这个产品有问题，或是你买了，然后操作上有一些问题都可以，因为正成都是中台力啊，没错，我们是追回啊，正成一定是中台力的哈、哦。OK， 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张先生给我们做这样的分享。